Pela.喜欢，我太喜欢渣男深陷。哎、欸，不是听说那种会骗人的渣男的？但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夸张啦。什么渣男深陷？渣男深陷这种，我都可以找到。要不要？那你可以跟我说一下你在干什么吗？我想听你说。你在干什么？就是喘吧，我的。对，他们会用那种的声音，对对，然后就这样了，就渣男，渣男都是这样子，真的假？对对对，真的真的。渣男超喜欢用很低，渣男超喜欢用很低的声音讲话，所以阿姨恩是渣男，真假？阿姨恩没有吧？阿姨恩的声音再扁一点，就是对，在喊他在低一点，瓜。没有瓜，没有气泡啊，他就是声音很低，气泡音。对，瓜是只有声音很低，但他没有气泡，瓜不会。那么，烟花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可以告诉我吗？我现在在想你，就是会让人觉得哇，有一种好性感的感觉。那气泡音就很多人会晕这种声音呢、啊。确实，就像女生有气音会也会很容易让人晕是一样的。